伫咧北部地区，今日下晡拢是热雨，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30度。中部地区明日热雨，今日是晴天，温度是27度到31度。南部地区嘛拢是晴天，温度是27度到29度。宜兰、花莲、台东的桃树拢是落雨，24度到29度。朋友们，这份马祖落雨19度到27度。